萃雀屏。在拍这集之前，你知道我要准备多少的虾米菜雀雀吗？刚刚好，我手边有这一块雀雀爆多款米兰橡皮擦，各位小伙伴们，我们有救了！好，我们回来讲到清洁小车车，不外乎就是这台米多利清洁小车车，这一代啊，根本就被我讲到烂了。前方两只可爱的小扫把呼哒呼哒的往前进，这可是非常的治愈呢。可能是第一代太容易被偷窃了吧，我随便乱说的。所以第二代加宽了扫把头，扫地起来格外的朴实无华且低调。那么这个呢，我新买回来的清洁小车车，它的价格不到米多利的五分之一啊，价格超亲民，买车还送橡皮擦呢。各位小伙伴们，给你们10秒钟的时间猜猜看哦，究竟这台超便宜的清洁小车车到底会有什么惊人的表现呢？你猜对了吗？橡皮擦屑屑好比面对残忍又无情的碎石机，一步又一步的被内卷了啊！丢掉丢掉去，它清洁的好干净啊！好啦，以上是我们这集啦。这三台车车，你最喜欢哪一台呢？记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喽。还是这台最好用。